无论是贤是密，是宗门是教下，啊，是大臣是小臣，啊，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第一宗持陀罗尼就是这一句名号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能放下万缘，一心受持。这个人，他具足了真实智慧、真实功德啊？为什么？他一生必定成就。啊，这个成就是超越一切法门，超越一切地位啊！因为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啊，为什么还有四徒三辈九品呢？有四徒三辈九品不就不平等了吗？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讨论了多次，逐渐逐渐的明白了事实上有这些法门，它确实有四徒，有三辈，有九品啊，但是在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之下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那个借作两个字重要啊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一品烦恼都没有断，也是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啊，真正叫难信之法了啊！怎么能叫人相信？啊，修学其他的法门呢，他不能接受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可是阿弥陀佛能说假话吗？释迦牟尼佛能说假话吗？十方如来会说假话吗？不可能的 啊，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修学环境啊。那相信的人有福了，还有相信他还带怀疑，我试试看，我好好念佛看能不能往生啊，看有没有极乐世界，存这种心的往不往生，往生，生到哪里，生到边地，边地要了不起啊，那到边地的时候他一看真的不是假的，他真相信了，他就入品了啊，那个入品是从最下面写那下下品，他就入品了啊，多长的时间他能入瓶呢？经常告诉我们，不会超过五百岁，五百岁是人间啊，所以并不很长了，他一定会觉悟啊，这个疑会断掉啊，他就入瓶。这个机会像开经记上所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
我们遇到了。啊，彭吉谦居士讲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，我们也碰上了。你说这多幸运啊！所以我说你们同学有缘呢，你们今天碰上了。啊，这一次到吉隆坡没有白来。啊，只要听到这一句佛法，你就什么都得到了。啊，真相信阿弥陀佛了，不再怀疑了，死心塌地的发愿求生，你的一生决定成佛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大圆满。啊，就得无量无边三昧总持法门了。